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的话，我的菜场来了啊，准备买点好菜。因为妹妹今天下午做手术，我也陪着她一起去医院。现在这种茄子上市了，很好吃啊！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茄子，嫩茄子。在我们这里就叫本地茄子。这么帅了，这不专业，我有我。还唱？还唱？这个我们又不唱，你唱。一般人能唱你。这是虾子，这是刚才买青菜的时候买了一点排骨，现在回家吧。西哥，你看，今天买了两个菜。一个排骨，一个虾子，你看现在的虾子就大一些了，比我们上次买的那位壳子都是硬的嘛。今天怎么突然买虾子嘞？你小妹妹做手术啊，好歹是个手术好不好，多补充点蛋白质，让她早日恢复。哎，有道理，对吧？那个我把它处理干净，今天下午就是你来负责做，我们负责吃，好吧？我来做啊。对呀、啊。这样大菜肯定是要你上手。那我的减肥怎么办？减肥就不能做饭了。超级哥，那个我把那个排骨我已经焯水了，然后这个虾子都已经去了虾头、去了虾线的啊。我不知道那个做手术要得多长时间，快的话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回来，如果慢的话呢，估计可能就是接小泽的那个时间。我们回来吃饭就交给你了，好吧？嗯，好。排骨，你想怎么弄？排骨红烧吧。红烧、OK。那我跟妹妹先走了啊、哦。妹妹，你东西都收拾好了没？你要去做手术。我收拾好了。哦，那你嫂子陪你啊，我就不陪你啊，我在家做饭。好的，我们回来等你吃，等你小龙虾做好啊。你别害怕啊，好像据说就是十几秒钟吧。是的，不用害怕。好的，好的。那你们路上骑车慢点啊。嗯，哦，对，车钥匙。拜拜。拜拜。去医院之前啊，带妹妹还是来吃一个早餐。妹妹说还是要吃这一家的早餐。实际上这是我们的午餐。今天我跟妹妹俩一人点了一个热干面和一个粉。妹妹说想吃两种口味，所以的话我们就决定把热干面分成两份，再把这个粉分成两份，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吃到两种口味的早饭。所以我去加点调料吧。好，其实本来喊着超级工作没一起来吃饭的啊，但是我们忍住了，没有喊他，就是他在家里吃鸡蛋吃黄瓜。吃完饭了，我就带妹妹来了，竟然下雨了，我让她赶紧先进去了。我们已经到医院了。护士小姐说让妹妹把眼药水再继续滴上，等待着。妹妹已经交费交完了，现在的话已经去了手术室。今天下午有五六个人在做这个手术呢。激光手术配合。不点，把这两个药做完了，做完了。这是护士把他们这一批的。集中到这里，要跟我们讲解怎么用药。今天一共要点三个药，有两个术前的，加一个红色灰色相间的。现在每个人手上都会有一个大红色加灰色相间的这个药。就一个星期之后，就是下周二，基本上就可以洗面奶啊、洗发水啊，敷一下都没关系了。病毒我自己怎么判定？我可以用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用洗面奶了。洗发水的话，你明天可以经常用，但是只要不那么严重就行了。怕不怕？想想还是挺后怕的，是吧？还是需要医生，就是用手给你操作，用个小刀片，对吧？对，是的。没事，你做了就好了，其实很快的，你看一会儿会儿你就出来了。进去那个心理还有那个是很漫长的。躺在那里感觉想起来又不能，又怕更增加手术的风险，躺在那里又觉得内心特别紧张。虽然说是机器，但是我感觉人工也就是医生也干预了，就感觉确实有什么东西在眼睛里面取啊，还是啥的，还是什么的，其实还是挺怕的。不过你终于摘掉眼镜了。
我现在还是看得模糊的。他说要是要要过了今天，过了今天明天才好。对，把墨镜戴着，眼睛要痛。嗯，你那个要回去躺着休息，你记得滴眼药水啊。你把墨镜戴着，因为骑电动车有风，你把眼睛闭着没关系的。我开慢一点，不过十分钟也就回去了。嗯，我把车倒过来啊。我们回来了，妹妹躺着休息在，西工正在做饭在啊。做到哪一步了？虾已经在煮在，现在是红烧排骨。哦，哇，我都闻到香味了。妹妹说她的眼睛有点疼。妹妹呀。她老说是，别人把他的眼珠子里面的某一个部分给取走了，让我看看他眼睛里面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，眼珠子还在不在？好了，你快出去吧，好大烟。好，你说你眼睛疼，吃一点点这个甜食，甜食可以让你分泌多巴胺，分泌快乐因子。他说一天之内不能沾水是吧？一天之内不能沾水，一个星期之内不要用洗面奶洗脸，然后最好也不要洗头发。不要让泡沫弄到眼睛里面，洗脸就用清水洗脸之眼睛之外的部分。你刚才是不是我给你点了一次眼药水的？嗯。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了五分钟了？过了。然后我再给你点其他的啊。嗯。小唐，啊，拿菜喽！啊，来哟！哇，红烧大骨头，小心啊！好多了。今天只有三个菜啊，好大三盘菜啊。一个是油焖小龙虾，红烧排骨啊，这也不算是排骨吧，这就是那个大骨头吧。这个是青椒炒鸡蛋。老爸，今天你又是满满当当的一碗米饭。哎，其实我刚才炒菜的时候忍不住吃了几坨这个。吃的啥？吃了这个。妹妹快来做，妹妹。来。这是妹妹。嗯。小泽给她一个量勺。哎。哎，这个给小泽，因为小泽的哥哥吧。小泽，你坐这里。我想坐这里。不行。姑姑坐里面，你坐外面。我要坐里面。你坐外面。你要坐哪里啊？我要坐里面。你不管坐哪里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始终有一个凳子？你的意思是说你想坐这个凳子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你就把这个凳子放在那里，姑姑。你干嘛要挪来挪去呢？对，姑姑是坐这里的。是吗？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坐这里？好，那你就坐这里，我跟姑姑挨着。你要跟姑姑挨着吗？好。减肥减得我现在满眼冒金星的。就是心慌掉气，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。往姑姑那边坐，往姑姑那边坐。真的了，没地方可坐了。幸好一块大。你让姑姑拍个照，等一下。等一下放着，有个堆头已经。让姑姑拍个照。就我也拍照。你这个手机颜色不好看。好，直接开干。你直接吃，你不直接吃虾吗？我来点青椒吃一下。你今天做手术可怕不可怕？可怕。啊，哥哥你下去。来，这个给你剥虾壳。来，这个我们剥虾壳，我拿了两个盘子。来，给你剥虾子吧。我跟你说，你当你胃里面没有食物、没有油水的时候，你喝茶叶水好劳人，知道吧？太刮人了。刮了。我刚才做饭的时候，再见。不停的尝那个味道，所以还喝了不少油。好吃不好吃，妹妹？丢了，好吃。这红烧排骨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很好。你尝一下，你先吃个红烧排骨。我来吃个排骨着啊。小泽，你不戴手套吗？刚才你接小泽之前，你尝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没有放盐的。对，那个时候味道还没有那个。煮熟了之后，我就重新放的盐。哦，这一块也太大了。你再吃一块吧，这个有瘦肉的。这个有点肥。跟我就要吃肥。来点肥的啊。那个，妹妹，嗯，你自己夹啊。嗯。这个狗的狗头老是衬出来了。妹妹，这是你的口味不？虾是吧？虾还没吃吧你？来，妹妹，
这戴着口罩来给你们播一下，谢谢，播了一个完整。谢谢，妈给我播，谢谢我阿姐。妈妈，嗯，我先提前说声谢谢啊，给我播很多。我已经给你播了两三个了啊。就这。钳子也可以吃。蘸点这个汁水，美不美味？美味。嗯，你别讲话，我要问姑姑事情。快点吧。嗯，你今天是不是还挺害怕的？疼不疼？有点痛。有点痛。微痛。嗯。快不快觉得？其实我觉得做了蛮快的。我其实在这次手术之前，我本来是昨天紧张，今天其实已经不紧张了，但是。进去的时候跟我两个同行的女孩子，有个女孩子出来就喊阿妮坐在哪里，然后马上我要进去的时候，有个女孩子告诉我说，感觉从眼睛里面明显的拿出来什么东西，从眼睛里面拿东西，就是自己看可以看到，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紧张，本来我以为全是激光的，没想到还要用剪刀，人工操作，不知道是刀片还是啥，我看不到，当时有点胃痛，我说左眼痛，人家给我滴了一滴麻药之后，然后过了一会儿呢，我忍耐，我觉得那个时间内心里是非常漫长的，实际上就是一二十秒、25秒，但是我内心觉得很漫长。当时就想，啊，不要害怕，睁着，因为做之后出来一个男生，他也是眼睛闭着，感觉反应不大，不知道是男生泪点一下，就感觉我们眼睛大些的痛苦一些，那种眼睛很小，眯眯眼的感觉。眯眯眼就一条缝的眼睛没什么问题，像我这种双眼皮的。眼睛稍微大一点的，就感觉有问题。但是我确实回来眼睛一直在流眼泪呀。今天我哥做饭啊，味道真的是很入味儿，非常好吃。他做饭做这菜那个，我爱做这菜都特别浪费，都做的比较清淡，入不了味道。可惜就是他自己的表情很痛苦，因为他要减肥不能吃，太痛苦了。对。那个我们今天负责虾子肯定没问题，我们负责把这个骨头干完好吧？这怎么办？这里我感觉我已经吃饱了。我吃不下去了，那你再啃两个骨头吧。啊，我已经吃了已经吃了两三个骨头了，我感觉我吃不下了，我已经吃饱。晚上米饭你们都没有吃米饭，然后我干了碗米饭。我们还目前还没开始，来又剥了一个完整的。哎呀，谢谢阿姐，这手全部把它剥完了。我觉得今年的虾子还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长好，其实是买的还是大个头的。其实我。嗯，看你就是你买回来我之后看到虾是很大的，嗯，你看但是这肉确实比较少，嗯。它可能还没长成熟，我觉得。我觉得今年你看一直都没热起来，跟这有关系。它叫制冷，制冷，对，今天又下大雨。嗯，就是剥出来就是那种不太完整。OK， 终于剥完了，我要去洗手了。哇，哎，这个就放这吧，手太辣了。谢谢爸爸。哎，其实我今天做的最好的、最得意的是这个青椒炒鸡蛋。来，你给我擀一点，看我这青椒炒的多好，脆生生的青椒。脆生生，对这个词用的好，这是小泽学过的词。嗯，啊，果然脆生生，好香啊！而且尝得到那个辣椒籽的味道。其实我平时不怎么吃辣椒的。辣不辣？不怎么辣，其实这个辣椒还属于比较嫩的辣椒，是吧？我今天炒这个菜主要是欢迎妹妹，因为妹妹喜欢吃辣椒，平时我们不怎么炒。今天，但是我没想到你又是做了手术的。啊，对，我术后要吃清淡的，不过吃一顿应该没有关系。忘了，我的失误。嗯，这是我买的小白菜，没事，明天炒小白菜。小妹，你这每天还滴眼药水啊？对啊，每隔半个小时都要滴一次。每隔半小时睡觉的时候用吗？那你这现在做了手术，以后就不要玩手机了啊！啊！不要看小说了，来。啊！再近视了，我看你怎么搞。知道了。